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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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要干啥大事？中子蛙，今天假使我真的运气这么好，一发中子蛙，一发入魂，我这只会送给线上的人，这只大概30几万，好不好？有中吗？中吗？中子蛙当然抽，等一下先让我抽支烟给大家，最后把镜头关掉。麻烦各位的起点器啊，我真的很想要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一开始没这么想要子蛙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想要子蛙，我过去都一直不想要，因为我一直是属于新子娃出来才要抽，因为我觉得子娃对我都还，但现在我就希望想要，希望你们像当月的 DJ 玩一发中，真的齁。来，现场各位准备好，我这边有8张，先开吧。太多了。把你红卡都出骂烂了。先来2张红卡吧，拜托各位。又白色，整天白白白白白。海林老师，不允你没烧啊！靠北，林北认真在玩好不好？靠腰，这是财神爷，限定款财神爷，红，海林老师红，挥了挥挥挥挥挥了挥了，总算挥了。正要讲说他妈再不挥手，你妈的，你妈的，上头剑投降就不要了，是点上头剑他妈的就开始连中，就是完全不会中的那一种，你不要点上头剑。但是我可以直接打开来，红色，看你妈的，将近60000赚出一红盘，然后今天是不是不能抽卡？但你，我完蛋，换只红色，换只红色的熊市吗？最后一个，这够红了吧？花多少钱？200，我应该有接近300。哦，哎，一拿就有用，哈，这是乖，是乖，他妈的，妈，爱你，不得出来，跟你骂地狱犬，前段抽到为止嘛，神经病，那点太多抽到为止。借我钱出来了啦，出来出来出来！衣服也换红色的，衣服去换红色的是吗？他妈还真抢到我一件红色的衣服，是我过年在穿的。哎，这够红了吧？还是我过年打牌穿的？觉得这够红了吗？我看他这个有用，刚谁建议的？哪一个建议的？衣服换红色的？哎呦，寓意可以啦，就你啊，谢谢啦。这张我出红卡，他妈我直接等一下先把你收走，没关系。但连续2张这衣服有用啦，他把过年穿的果然不一样。少女的又蓝色，我两个都直接来，我直接抽，步步得刃。他公虾尾，我他妈看起来很衰。我今天穿这么喜气，一看就是活财神的样子。跟我说我看起来衰，活财神，不看起来要活财神吗？我自己看到我都自己觉得很喜气，我他妈以为过年了嘞。这个植物专家那救急啊，我一找白云哥来抽到，我跟他不认识，我写塞。欸、这么好，第一次就看到蓝色，然后面就超多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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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12只我攻击，哎、欸，这蛮扯的。12只我和100发都不一定有12只哎、欸。信号来了，他妈不会就这样直接上子的？哎、欸，这可以耶、欸，50%几率耶、欸，12发中6蓝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彩纸坏掉？等下后面红卡直接出整牌，然后直接上子，他妈今天就这样结束了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来的太快，真的，哎、欸，这样一张都会中哎、欸、，N 七啊，你不会真的今天总算来光顾了吧？6发不会中5发吧？运气忘了啦，我刚不求多了，来个3张100就加送了啦，拿丢掉，拿丢掉，哦，第一次就出现嘞、欸，哇，今天真的可以，好好，不会出现，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至少有一张，至少有一张，至少有一张。哎呦呦呦呦！再来不会一发又中又入魂，又再进入中红色哦，然后直接荡子，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红卡现在1、2、3，还差一张。都市传说半夜穿红色衣服，我以前讲孤鬼故事哎，我会中死亡啊，这样可以。我以前讲鬼故事，我吓到差点把衣服脱掉，这么多蓝就很酸了。看他这游戏讲中是结果，你前面中再多红跟蓝都没事。最重要是最后那一张要变成没有中，全部就是打水平啊！那我觉得等一下可能要交代组，等一下录到3万钻没有中红卡，就要准备交代组。今天怎样我都要喝到一发，我们要一发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不信，大家都不会中，中个出来哦！再来哦，出来啊！滚！来哦来哦来哦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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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！喂！挥手红色，红色出来，今年过年送宾利啊！我是不是输了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
今天好，这当中红卡，今年过年活动我就开一档活动出来，直接送一台宾利。我如果做到没做到，锁我账号。啊，这样还不给我？拜托，拜托，我再给你是机会，MC，我说话都要做到。我们在做节目效果，说到做到。这张卡只要开出来是红色界，又开出来红色界，红色，我他妈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不会客气。要这张卡开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年过年，过年前我绝对办一个活动，随便讲个烂活动出来一样，我绝对把宾利送出来。我说到做到，好不好？这次看动画了，我给你机会了。来钱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娘干你老子！你真正是做白人的，做白人。你要在台湾的话，都真的会被丢手榴弹，我骗你。我说天他们找谁就找完了，关岳啊，是关岳找完的、啊，干！我讲我找罪魁祸首，现在突然有点火大哦，他妈的关岳，干你娘！先买合成神器，我他妈我现在合合一只脚，拜托就一只。打开就一直跟他们连消连那么久，就给我一只拜托！你妈的干你娘！欸你妈的真的蛮鸡掰的、欸，我他妈只要一张红卡，就他妈一张，我闭着眼睛让我一张好不好？眯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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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话很有喜感。林老师，林北是走喜剧路线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张开了一下啦，你他妈是嘴巴是被强力胶粘到是吗？他妈一红这么难。我他妈的，怎么跟你们在脸交哎？一个红都不出，我干超屌！妈，两张还给我过开蓝色，干你娘死官员！这手表打给我鸡巴毛，你又有方法大哥？你先回盛装盒，交给。先回盒装盛装盒，好，我现在先盒什么？我这个蓝先喝掉。他们都问我黄色问题怎么办呢、啊？反正我不像你这么污秽。哼，你当然不要逼我讲你。你那时候来我家就点小姐点几个，自己讲。你不要这样乱吹哦。我乱讲，你看，你不要有那我那天是有拍照的哦。按几率。15秒。他妈这真的有料。我他妈怎么信你这个？相信我。啊。15秒到站合成。好，15秒，按掉按合成。然后就合成，按住那个娃娃，然后等15秒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下去。一只都没有。一只都没有吗？一只都没有。哇，你知道我这样子吗？啊，就是会有11打底。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现在希望一件事就是，你想要去找你要住哪？你要今天晚上住哪？因为我等一下一定会带人去你家。对，如果我没有带人去你家，我跟你讲，以后桃园没有蹦板这个人。我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就是红盒子，红盒子是这样子的。但是蓝盒红的话，我是没，我想说叫你试试看，试一下。哦，滚！6点上班看你上级，看他的，你这样讲，他们没上，我真的都想自杀，无心流了。您是有酷字的吗？酷字是什么？酷字，你说酷就干走，干中一只的来了，有了。关岳说要照顺序来，我第一只阿勒尼亚，再来是飞龙巴蒙特，巴蒙特。各位，我、哦、他妈差点忘记买，差点忘记买红利丁尼亚嘞，干！哎，第一只这个，第二只这个，巴蒙特，巴蒙特，第一阿伯。不，麻烦各位哈，希望各位帮我溜下啊，帮我准备一下，一发入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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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的重头戏啊，佩纳海军，我中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承诺大家一定开一张让大家抽，好，明天就抽给大家，我跟大家讲，明天就抽给大家，我明天就开 FB 的直播，可以抽给大家，第一奖就是直接中他佩纳海一只哦，抽爆他，然后我跟大家讲，给我19分钟就好，因为刚有人讲58分，我就进了，就58分抽，好，决定我抱这只，他是泰国象神，他保佑我，倒数2分钟，加油。我会勾勾勾，我会勾，不要紧张。一发入魂，射爆关岳，拜托，就一发让我中，拜托。好，这一把来58分，先数15秒，看着几率十三秒到15秒，三四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，十五秒，啪啪掉，点成功，合成，站下去，数十五秒，一二三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我不敢看，十五。中了，好爽！圆梦，圆梦，爽！哦，谢谢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我首先刚刚说到的是，我会先承诺住哦。我的台只要以后有开始，我只要活在这个 YT 上面，安心带主，永远无条件免费工商，好不好？这才叫幸运赚，哈哈！真的是十七耶！天哪，我有十七在后面走路。明天晚上十点，一果开播，直接送老李佩纳海一只，说到做到。你完蛋了，关月！你现在不要破坏我心情，现在兴奋心情。我现在一想到我可以拿着我的弓，恶魔弓去射爆你，我他妈超爽！你们知道刚刚关月讲什么？关月刚刚讲说我，我刚刚他原本想说，如果我挑这个港口没有送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跳下去。我操你的！谢谢各位，我很感谢。玩游戏就这样子，就是一个爽度而已。那中了其实也不能怎样，也不能改变世界。那就是玩游戏就是好玩。晚安各位，那祝大家今天有个好梦。然后我今天是一定会睡得非常好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